28日上午，相声名家张文霞因病去世，享年82岁。今日晚间，张文霞家人发布讣告，告别仪式将于30日10时在北仓殡仪馆逸仙厅举行。张文霞1937年生人，相声名家田立和之妻。1952年在天津拜相声名家武魁海为师。1956年，张文霞加入天津市南开曲艺团。1956至1970年在天津市南开区曲艺团工作。1980年因为女演员说相声被限制而淡出舞台。张文霞代表作品很多，比如夸住宅、八扇屏、杨耀芳等，以贯口活见长。退休后，张文霞协助爱人田立和先生挖掘整理传统相声，并且培养相声新人。虽然年老不愿重返舞台，但是希望把余热发挥在幕后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